老虎，它是兽中之王，王中之兽。老虎借刀双手提，来个地面上的动作，好，全部掉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样凶猛的野兽，没有它温柔可爱的一面哦。这个是上天的言不允许恋爱哦，要专心的听表。好，打个滚。好，这个是来了个翻身打滚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小孩子呢，我们的驯化员在台下花费了多少的心血吗？这叫看花容易绣花难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三年功。好，前后看齐，这就是来了个列队相走。今天的本节目在一起为你们带来精彩的马术，老虎骑马，老虎骑马，全国首创，海豚独家所有。老虎骑马，名扬天下，威震马行。选手一流水平，老虎骑马横等无威风。